心经呢，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甚至于许多啊不认识字的老菩萨们也能够啊通背，而且常常的背。因此讲心经的人也特别多，而讲心经的时候呢，听的人也最有兴趣。大家都知道佛法是讲空的，那空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呢？是不是这是非常的消极的一种观念呢？其实不是，如果懂得了心经，就不会呀、认为佛法或者是佛教讲的空啊，是什么也没有，根本不是消极，而是啊，超越于啊，积极与消极的最最积极的一种思想。现在我们呢，开始讲今天的主题：心经和生活、生命、人生的实践与超越。我们呢，一样一样的，一点一点的来介绍。第一，生命、生活、人生的定义是什么？生活是众生以互动来维持生命的现象，生活是生命在空间的环境中求生存的活动方式，生活是生命在众生群中造作善意及恶意的行为。这一点呢，是请诸位啊要了解的，因为我们通常人讲生活，生活不知道生活是在做什么。实际上以佛法的立场来看呢，生活本身就是造意，不过呢也有善意也有恶意。如果是一位修行的人或者是大修行人呢，是造的呀无漏的善意，普通的凡夫呢，造恶意以及造有漏的善意。那就要看看我们呢，平常在生活里边呢，究竟是在造善意呢，还是造恶意？造善意呀，很好，但是造了恶意的话，就很麻烦了。我们讲到生命是啊，众生维系着身体生存的现象，生命呢是众生在实践过程中继续存在的事实，生命呢也是众生在众生群中接受福报以及呢罪报的现象。所谓生命呢，就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还在动，那就叫生命。可是这个生命的事实好不好呢？为了什么而有这个生命的呢？是由于啊，我们过去造了种种的业，造恶业，我们得什么报啊？得罪报，得苦报。过去造了善业，我们造受什么报啊？受福报，受乐报。现在我们再看人生呢是什么啊？人生是人类啊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生存现象。人生呢是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的过程。人生也就是人类的生命呢，是众生之中
最最难得的果报。诸位知道众生有几类啊？有形的无形的众生呢，在佛法的分类一共有几道？诸位听到说过吗？六道。但是人在六道之中不是最好的，不是最高的，可是呢，人是最可贵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要讲第二点啊，佛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在六道的众生之中，唯有人呢，是能够啊修行佛法的，叫做道器，就是修道的工具。所以当我们还是有一个人的身体的时候，如果不修行佛法，等我们变了三个脚四个脚，有没有八个脚的？有八个脚，还有许多许多的脚的时候，我们呢就没有机会修行佛法了。心经呢里边讲到的道理全部都是啊为人讲的，而是讲的人的问题。所以佛法是对人说的，因此唯有得到人的身体之后啊，才有机会充分地听到佛法，而来充分地修学佛法。例如说心经里边所说的五蕴、十二因缘、十八界，全部只有人才有这些条件，除了人以外的其他众生呢，不具备五蕴、十二因缘、十八界那么多的条件。因此呢，有一些人呢认为做一个人做得很辛苦，生不如死，认为死了以后大概没有事了，认为死了死了就了。我说呢，死了不得了。为什么？死了以后你一报没有了，死了以后佛法没有学，是多么的可怜。心经所讲的十二因缘呢，就是讲的人类生命呢，从过去到现在，从这一生再到未来生，然后呢再循环的再生再死，专门就是讲的人的生命的三世啊循环。因此啊，佛教徒的人生观呢，就是啊要珍惜生命，积极生活的菩萨行。心经的智慧就是教我们如何的实践呢积极的人生观，而又能够超越于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的菩萨行。心经的内容就在于啊说明人生的根源是出于无明这两个字，生命的目的是为了成佛，生活的态度是要达到心无挂碍。好，现在我们就要解释。所以心经呢是什么样的一部经，在我们中国一共啊有多少的一本，也就是翻译成中文的情况啊究竟是什么样。我们现在平常大家所念所用的究竟是哪一种心经？自从呢第四世纪，西元第四世纪，罗什三藏啊，一直到第十世纪啊为止，将近600年的时间之间呢。从印度梵文的
新经翻成了汉文的前后呢一共有11次，那我们现在在藏经里边呢能够见到的还有8种，8种之中呢有一种啊是梵文的音译，看起来就像咒语一样的。现在在这个世界呢最标准的大藏经的版本就是日本大正年间编成的叫大正藏，里边所收的新经呢8种之中有4种啊称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玄奘三藏的一本就是啊其中之一。鸠摩罗什也就是最早的一种翻译啊心经的名字啊叫得蛮古怪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神咒，就大明咒经。所以这部经呢是叫做大明咒。在唐朝摩揭提国的三藏法师叫法悦所翻译的呢叫做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师父啊也就是宋朝师父翻译的呢称为佛说圣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这个8种的一本之中啊以鸠摩罗什和玄奘三藏所翻译的内容2种几乎啊全部相同，只是啊为这个罗什以及智慧轮的所翻译的这2种一本呢把心经里边的观自在翻成为观世音，而玄奘以及其他各种翻译本把观世音翻成了观自在，所以这个观自在观世音呢都是对的。这个佛经的形式啊相同的地方呢就是佛经分成3个部分，每一次佛所发的时候啊佛经每一部经几乎都有3个部分，第一叫做序分，也就是解说说明它的实地和出席的人员，这叫序分。然后呢叫正中分，就是啊讲的佛经的主要的内容。最后是流通分，那就是啊说明啊大家听了这部佛经以后啊皆大欢喜信受奉行，然后呢作礼而去，也就是像我们听完以后啊大家很欢喜很欢喜鼓鼓掌就离开了，有这样子的一种叙述。可是我们的心经呢在这个8种翻译本之中玄奘和罗什所翻译的呀只有正中分，没有序分也没有流通分，其他的6种都具备三个部分，也就是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我们中国人呢喜欢简单明了，所以去头去尾啊是最好，因此呢玄奘三藏的心经大家很喜欢，因为没有头也没有尾，那是太好了。因此罗什三藏以及玄奘三藏这翻译的2种心经呢开头都说观世音菩萨或者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好像是说有释迦牟尼佛啊亲口啊来讲的这部啊心经。讲给谁听呢？讲给心经里边的一位听众的之一代表，那是谁呀？叫舍利子。但是在其他的几种
翻译本里边呢都说呢，说阿难怎么说，说如是我闻，他说我啊是这样子听到的，一时世尊在王舍城灵鹫山中说、啊、这一部啊心经，但是这不是啊佛说，而是由舍利弗啊，或者是叫舍利子啊，成佛威力向观自在菩萨请发，因此呢是由观自在菩萨亲口为舍利子等大众啊说了这部心经。所以这部心经究竟是谁说的呢？因此有人说这是佛说的，有人说 是谁说的，是观世音菩萨说的。那我们不管他是谁说的，反正是一部心经非常好就好了。因为考证呢无从考证起，因为这从两种的一种表现来看呢都可能是正确的。因为玄奘翻译的和鸠摩罗什所翻译的两种都很好，不过呢玄奘大师啊翻译了600卷的大般若经，所以历来呢都以玄奘翻译的心经呢为。好，现在下边呢我们要解释心经的题目，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意思。般若有的人 念什么般若，有这样子念的、啊、一般两一般的般，但是呢我们通常念的是般若。在梵文呢 prajna 就翻成了般若。这个什么意思呢？通常把它翻成为智慧。我们佛教里边常常看到有人呢他在头脑不清楚的时候就问，哎，你的般若到哪里去了，都会讲，哎，你的般若在哪里呀、啊？也就是说头脑不清楚就是说没有智慧的意思。但是还有啊另外四种意思可以啊可以来说明它或者是翻译它。第一是慧，第二是明，第三是清净，第四是远离。这个慧的意思啊是了解啊什么叫做空，看到或者了解或者是呢开悟悟到空的道理，这个叫做慧，也可以说叫做般若。空的意思是不是桃花康康，是不是把多药啊把多康康，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肚子空了头脑空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地方的空不是空空的空空如也或者什么也没有的意思，而是说后边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详细的解释了。明的意思是什么？明啊是跟无明相对的。这个无明的意思是什么呢？无明是没有智慧，是啊烦恼。就好像我们的天空啊被乌云遮住了，看不到太阳，那个样叫做无明。明呢就是所有天空的乌云全部都不见了，那就是万里无云，这个时候叫做明。这个是什么明啊？是心的明。第三个清净是什么？是对污染而说的。什么污染什么清净？是指的心清净，心不污染，心不受我们的环境呢、啊、所谓七情六欲所困扰，那叫做清净。第四个叫做远离。离开什么？离开以自我价值
的执着，那就是啊般若，也就是智慧。我们大家都希望要有一个自我，要表现自我，凸显自我，这也是正常的。我们一定是要从啊对自我的啊肯定，然后才能够啊放下自我。如果连自我都不能肯定的人，当然无从啊把自我放下来。所以肯定自我是啊第一步，然后学了佛以后，如果要得智慧，那就要把这自我再放下。放下什么？放下对自我价值判断的执着，而并不是说自己什么也不要了。现在我们再看波罗蜜多是什么，也有的地方把它简易成为波罗蜜。波罗蜜多在中文的意思呢，叫做从此岸到彼岸，从此岸超越而到彼岸。此岸是什么？此岸是生死苦海，彼岸呢是啊不生不灭的涅槃或者是成佛。因此另外还可以有啊超度、度脱、四救经的三种意思。我们一般的人呢知道人死了以后需要我们念经给他做什么？给他超度，对不对？因此呢许多的人认为啊只有人死了以后需要超度，人活着的时候大概就不需要超度了。还有只有为死人超度，那活着的人就不需要超度了。这是绝对的错误。这个四九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应该做的事全部做完了，没有什么还没有完的事。是什么事呢？两种事，一种是啊修佛，一种是啊修慧。佛与慧两种工作啊全部做完了，这个人就叫做啊到彼岸，那是啊究竟的涅槃的意思。有一些人呢他们非常的忙，忙赚钱，忙名，忙利，忙权，忙势，忙地位啊，而没有时间来学佛。那如果我们跟他们讲你来学佛吧好不好，他说我事情还没有了，我把事做完了以后呢我就可以来学佛了。请问诸位，这种人什么时候能够了啊？到什么时候能够了？大概到下棺材的时候他还没有了，因为要赚的钱还没有赚够，因为要想得到的得到以后又失去了，还有要想得到的还没有得到。所以呀、啊、人无百年的寿，但是呢有千年的呀忧，就是老是啊为着自己的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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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已经快要死了，他就觉得我的事情还没有了，再给我几天吧，再给我几年吧。有时候跟阎罗王啊讨价还价，阎罗王你再给我留几年吧，我事情还没有了嘞。这种事了跟我们现在讲的事了完全相反。我们下边呢要讲啊，所以波罗蜜啊，这个地方是讲的般若波罗蜜，其实是啊六种波罗蜜之中的代表，也可以说般若波罗蜜是六种波罗蜜里头最重要的波罗蜜。只要有了般若之后，其他的五种也会具备。
波罗蜜又叫做度，六种波罗蜜叫做六度，六度啊是菩萨道的总纲，而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六门，含摄一切自利利他、利益一切众生的法门。而在这六度之中呢，由于智慧啊为最重要，否则的话，纵然把前五项修得很好，最多是一个懂得珍惜生命、能够积极生活的人，却不能够啊达到心无挂碍的超越境界。所以六种波罗蜜多叫做道彼岸，而以般若波罗蜜最重要。我们学佛的人呢，以波罗蜜的之中的般若为起点，也以啊般若波罗蜜啊为终点。这怎么讲呢？我们在刚刚学佛的时候，一定具备正知正见。正知正见从哪儿来？是从啊听闻正法而来，正确的佛法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就是啊般若。这不是自己的，而是呢借佛的智慧来指导我们如何的呀去修行其他的五种法门。那五种就是我刚才讲的呀，这布施而到禅定为止。否则的话，修前五种而没有般若作为呀指导，也不以般若作为最后的结果，那请问诸位，他是不是修的佛法？不是，那是修的呀人天善法，而不是啊真正的佛法。诸位今天来听心经，是不是在听着般若呢？是不是呢？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成佛，都没有自己呀、啊、已经啊得到般若波罗蜜，还没有。但是我们用佛的智慧来指导我们如何生活，如何活得更有意义，而没有啊那么多的麻烦和痛苦，那就是学佛的好处。学佛最容易的是布施，但是自己没有拿什么好布施呢？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争取或者是啊制造所没有的东西变成有的，而自己做了生产了更多的东西啊分享给其他的人，自己得到了成长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呢而帮助他人，自己学了更多的佛法的道理呢分享给他人，这些都叫做什么？都叫做布施。自己是不是能够持戒，是不是啊能够忍辱，这可以慢慢的再说。但是呢我们呢首先呢能够以自己的智能而帮助他人解决困难，这是人人都可以啊随分随力做得到的。比如说今天你们诸位在座的菩萨们呢，虽然还没有啊得到智慧，没有得到般若，但是你们已经在做布施。诸位相信吗？你们正在布施，布施什么？正在布施你的时间，把时间布施了以后来做什么？来听闻佛法。
来捧我圣严法师的场，所以我很感谢你们的大布施。但是你们不要以为布施以后啊，圣严师父欠你多少东西了，要观空啊。啊，好，现在我们呢讲心经的意思是什么。心经的心是指的什么？这个心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六点呢，或者是六个名字来介绍。在佛经里边呢，有如下的解释，有关于心的这个字。第一啊，就是入团心，是指我们的心脏，这个心脏，这个英文叫做 heart， 因此呢，翻成这个英文翻成心经呢，叫做 Heart Sutra， 就是好像心脏的经一样的。那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等一下再解释啊。第二种是草木的心，是一种啊物体的中心。第三呢是圆律的心，就是我们心里边呢在思考的这种心。第四叫做分别心，那就是啊好坏多少喜不喜这种种的分别执着心。第五个叫做集起心，这个集起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身口意三意天天都在造意，造的意之后啊，就是叫做意识。这个意识是什么意思？我们后边会解释。第六种是不生不灭心，那就是清净的智慧，那就是般若，那就是啊五蕴皆空。在六种心之中啊，前边的五种心实际上就涵盖着我们心经里边所讲的五蕴皆空的五蕴。哪里五蕴？就是我们心脏的心和物质这物体的中心的心呢，那都属于十法，又叫做十蕴。那么这第三第四第五我们叫做心法，也就是心理的现象，以及呢我们的精神的现象，那就是还有四蕴，就是受想行识的四蕴。第六种心呢，就是啊观自在菩萨有了生般若之后所见的五蕴是空的，那是什么心啊？是清净心，是智慧心。那我们学佛的目的呢，就是要观五蕴皆空而得清净的智慧心显前的时候啊，我们就离开一切的苦难了。这个我们后边会详细的解释。那我们要问呢，心经究竟是指的哪一种心呢？两种都有啊。从狭义面来说，心经是代表着大般若经的心要。大般若经呢一共有600卷，而大般若经实在是太多了，600卷呢很不容易读。但是至少不读大般若经可以读什么？可以读什么经啊？哎，读了心经等于怎么样？读了大般若经呢。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多念心经。心经的内容啊，也代表着整体全体的佛法的心要。心经呢无疑是一部啊简明的佛法开论，从基础佛法到究竟佛法都已经呢说明了，所以是啊般若经的心脏
也是呢一起佛法的核心和中心。如果从广义面来讲，心经的内容就含摄上边的六种心的范围全部在内。心经的目的是什么？是在分析人生、生命以及人的生活的现象，都离不开五蕴。一切的苦难呢，获得解脱啊，虽然知道五蕴的组成，身心的世界是空的，还能够啊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便能够如实与慈悲的实践和智慧的超越，便是告诉我们呢，佛法不是厌世的，不是念世的，而是如是的，更是化世的。这心经的目的是啊那么的重要。许多人认为佛法讲空啊，特别是心经呢讲空啊，就是厌世，其实错的。佛法是让我们从烦恼的苦难之中得到解脱，让我们第一方面呢，遇到环境的压迫的时候啊，不会是那么的无奈痛苦；第二呢，自己能够啊，从修行的方式和啊修行的过程之中啊，能够使得自己不痛苦之外，也能够帮助其他的人呢，解决苦难的问题。厌世呢，是逃避现实的；念世呢，是啊，自讨苦吃的。而若是呢，是啊，自利利他的；化世呢，是啊，广度一切众生呢，而自己呀、啊，不以为有众生可度的，这是不一样哈、啊。而佛法的基本的观念呢，是不念世、不厌世，但是有啊厌离这个名词。厌离什么？厌离啊对于五欲的追求，厌离啊生死的啊的苦难。因此要修学佛法的说戒持戒修定而得智慧，然后就能够啊像莲花一样，莲花生在污泥里边呢，而不沾污泥；莲花从水里边呢出来，而不会呀、啊、沾水。那菩萨的精神，以佛的精神呢，就是这个样，他不离开世间，而能够啊。使得世间净化，人心净化，这是啊菩萨与佛的精神和他们的呀、啊、工作。下边讲经的意思是什么？经呢，在印度呢是花朵穿成的，就是花环或者花串。那么佛经呢？就把智慧的语言呢连贯起来，成为一部一部的书籍，也叫它为经。那是一种比喻。那在中国也有啊，所谓五经呢、十三经呢、
所谓经典呢，都是古圣先贤呢他们的金玉良言，把他们收集起来变成一部一部的书，成为经。因此在佛经翻成中国的中文的时候啊，不知道用什么字来表达，所以借用了五经四书的经那个字。所谓经过经世，有这样子的这样子讲法哈。那佛经呢是用的来普度众生的，除了经过经世之外呢，更进一层普度一切众生。金刚经所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观一切一切现象自在无碍的意思啊，就是既不是主观的，没有主观的立场，也没有啊客观这样的事，超越于主观与客观的相对，而能够啊观察一切的世间的所有现象，这叫做自在。能够像《金刚经》所说的“因无所住”呢，也就是说，自己没有自己放在里边，那也就是没有主观。是不是有客观呢？也没有客观这样的东西。可是呢，智慧的应用是由于啊人地时间的不同啊而做不同的适应和啊回馈处理，这个叫做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这个就是智慧心，住是执着心，没有执着心而有智慧的功能，这就是观自在菩萨。其实这个在诸位的家里边也可以用，哎，你们家里边呢如果有三口之家四口之家，每一个人年龄不一样，每一个人性格不一样，每一个人的需求也不一样，或者是他们的想法也不一样，那他们因为都是不一样啊，那你这个人是不是也需要适应他们？如果你不能够适应你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那你们家里的一天到晚怎么样？这互相的吵争，互相的争吵。有的人为了买一只帽子会吵上个几天，有的人呢为了立法委员要选举了，那怎么办？如果是你说做妈妈你做爸爸的人怎么办？你说我投另外一个人，但是你们投什么人都可以，我投我的你投你的，不要吵啊，各投各的都很好啊，那这个叫做什么？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下边呢叫因为观世音菩萨是修而根圆通而成道，所以呢能够观一切世界的因生而得自在，所以能够寻声救苦，处处应现。同时观世音菩萨是一门深入修耳根圆通，修成之后呢就是普门示现而得自在的。所谓普门示现呢，一门通门门皆通，从一门深入门门都是相通，以佛法的自觉觉他，用慈悲和智慧来利益众生，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这个叫做菩萨。我继续昨天的心经第一句，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昨天我们介绍了观自在菩萨和观世音菩萨，今天我们介绍说深般若和浅般若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叫做深般若而不说是浅般若。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可是世间的凡夫有聪明才智是举一反三，或者是闻一而知十，那都是智慧，可是呢不能够成为般若。许多的法名家以及呢许多的呀学问家乃至于宗教家，他们都有啊过人的聪明才智，能够见到古人以及他人所未见的道理，但是这些能不能够算智慧呢？算，但是跟佛学的般若呢不一样。为什么？小圣的圣人就是阿罗汉，已经得到了解脱。从什么得到解脱？从自我的中心、自我的烦恼而得到解脱。这算不算是般若呢？算，还只能够叫做浅般若，而不能够叫做深般若。世间的智慧呀，都有自我中心，都有认为这是绝对的真理，或者是绝对的最高的最后的真理，或者是神，这种观念呢一定还有一样东西。但是到了出世间的小圣，这个时候他已经无所执着，所以叫做般若。但是呢比起啊是大圣的大菩萨们的智慧呢有所不作，因为大圣的菩萨是离开呀有和无的两边，不执着啊凡夫和圣人的同或者是不同，就是凡圣平等，有无同体，如是化事呢，而不受世间现象的沾染困扰，所以成为深般若。如果到了成了佛的话呢，叫做神圣般若，无上的般若。在佛经里边呢，把浅的般若和深的般若啊，有一个比喻，叫做三兽渡河。三种动物同时啊
渡一条河流，哪里三种呢？一种是兔子，第二种是马，第三种是，你们猜猜看是什么？是象。这三种动物啊，同样的渡一条河，同样的过河，可是兔子一下河啊，就不知道河的深度是多少。马呢，过河的时候，两边的河的两边的下去和上来的地方，它知道深浅，它河的中央，它不知道了。象呢，从头到尾，从这一边到那一边呢，河的深浅的程度啊，非常的清楚。渡河的意思啊，就是从烦恼、生死、执着的这一边，而到达没有烦恼、脱离生死、没有执着的那一边，那是什么？是解脱，是涅槃。佛呢，是无上的大涅槃，而罗汉呢，是小涅槃。所以同样是得到的是智慧，但是智慧有深有浅。凡夫的众生呢，应当从佛法的修学而开发内心的智慧，从体会相似的般若，就是好相似的般若，而到实证呢，实悟啊，无相无我以及空的真般若，那就是啊，从自我人品的成长提升而到达自我的消融。因为凡夫不知道般若是什么，但是呢，听到佛经里边呢已经讲了，佛经里边的讲的智慧或者是般若，是离我的，是啊，破除我执的。当我们有烦恼的时候，就说自己呀、还没有般若，希望试试看能不能够啊，用佛法的观点或佛法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呢，减少一些呀、在生活之中所发生的一些困扰的问题。那也可以叫做相似般若，相似啊，就好像是，但是呢，不是真正的是。今天呢，有一位菩萨来找我，说他家里的问题蛮多，而他自己的烦恼也蛮重，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来晚上听我讲心经，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他就跟我讲，师父啊，昨天晚上我就是听了心经啊，没有用啊。我也告诉他，我说我今天早上头痛啊，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啊，打了一针头就不痛了，可是呢，讲心经或者是用佛法呀，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烦恼已经是啊，不知道从哪一辈子开始一直到现在啊，你的烦恼你的一报就是带得来的，一下子就要把烦恼听一场心经就解除了。我说没有这么好的事，我说最好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再来听，而且呢多听几场以后呢，你渐渐地呀、能够用佛法来帮助你，用佛法的修行的方法来帮助你，一个是观念的纠正，一个是方法的练习，这样子呢你才能够啊，从烦恼啊困扰啊得到啊解脱。这位菩萨呢
就跟我讲了，师父啊，我现在呢，我觉得听经对我是没有用啊，是不是给我一个什么方法，一下子叫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呢？后来我又告诉他，我说我现在告诉你，你念啊20万遍的准提咒，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他说要20万呢。我说20万什么多呢？你只要把20万遍念完了，你的问题就能解决。他说师父啊，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办法？我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你今天晚上再来听心经，同时呢你不断地念呢准提咒，就有办法。佛法所讲的智慧啊，是要慢慢地成长，但是也有顿悟的法门。禅期或者是禅的修行能够使我们脱胎换骨，原因就是啊，观念的180度的转变和调整，那是从对于佛法的观念的了解，以及自己驾驭啊实践的体验，而感觉到是有用，因此呢，相似的般若产生的力量，如果真正的开悟，那就是真正的般若出现了。这不是啊说一句话开悟就开悟的，这是还是要下功夫以后才能开悟。现在我们讲照见五蕴皆空，心经的，这是心经的一句话了。我们讲五蕴呢是什么呢？是指的构成呢我们人生生命的五个要素，其实呢就是啊物质的身体，以及呢心理的现象和精神现象的因缘集合，那就是五蕴。五蕴就是色、受、相、行、识。这个颜色的色、形色的色是相同，就是用眼睛可以看到的，不管是什么，都叫做色。那也就是啊，我们的身体是由四大合合而成。请问诸位，四大是哪里四大吗？地、水、火、风。很多人说四大皆空，是指的什么啊？就是指的我们的身体是由啊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啊合合组织而成。当四大元素分解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不存在，所以身体本来就是空的，这个叫做四大皆空。但是也有人呢解释成为四大皆空是什么呢？说酒色财气啊全部都空了，这不是佛法的观念。因此佛法称我们的肉体叫做什么你们知道吗？叫做色身。颜色的色，身体的身，叫做色身。如果仅仅是啊肉体，那可能是植物人，也可能是为尸体，而不是真正的活人。一定要加上了身体的感受、头脑的思考，以及啊思考如何的产生呢行为动作的反应，那才是一个身体。
活活的叫做活人。后边最后一个言认识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认识分别的意思，而是呢身心配合起来而造作的种种的善意与恶意的行为产生的毅力，而及其成功啊生死过程之中的主体，那叫做一摄。也就是说我们呢从这一生到来生，或者是从前一生到这一生，我们身体没有带来，是什么东西从前生到这一生，从这一生又到来生去呢？那就是那个认识的色，我们称它为一色。五蕴呢是由过去世所造的善意与恶意的毅力所感得到的果报，因此我们叫这个是身的肉体叫什么？叫做正报。正是正当的正，正确的正，报是果报的报。我们的环境呢是依报，依着环境而生存而生活，然后在受报的同时呢又继续的造业，在一期的果报结束之后便是啊肉体的死亡。我们这一生呢受到这个肉身的果报啊，有它一定的寿命。如果我们这一生呢多做一点好事，是不是说能够长寿呢？不一定。我们呢来生会另外一个生命呢会出现，而我们这一生的死亡啊，是不是等于就从此以后没有了呢？不是。我们这一生的死亡之后，在来生的果报又等着我们去接收它。所以呢学了佛之后的人呢不必担心着死亡，因为很简单呢，今生所造的种种的业，你如果做得好事的话，很快一死以后马上啊接受到另外一生的果报。那个果报如果是人的话呢，也是由我们的五蕴所成的果报体。五蕴的组合是暂时的生命现象，不仅仅肉体啊有生老，还有什么病死。我们的心理现象呢有生住意灭的四种现象，而意识也在呢随着我们的身心的变化而不断的呀变化。肉体的生老病死很容易懂，我们心的念头的生住意灭，很少人能够发现或知道。因为我们的念头呢，一个念头产生，生了以后能够停留，停了以后又在变化，变化的以后就不见了，然后第二个念头又出现。所以我们的心呢念念都在变，每一念变的时候啊都有四个过程。是哪四个过程呢？生什么住意灭。我们的意识呢也由于我们的心理行为和我们的身体的行为啊不断地在动，所以我们的意识的
成分、质量，也都在随着我们身心的动而在变。因此，以般若的智慧来观察五蕴所组成的生命现象，是啊无常的，是啊无我的，是空的。我们的生命呢是无常的，为什么无常啊？有生老病死，有生出一灭在变化，所以叫做无常。在无常之中的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一个不变的固定的我呢？有没有？没有。我们的我也是在不断的在变，因此呢又叫做空。这个空的意思并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我，那叫做空。你们作为菩萨听了我讲心经之后，观念有了一种修正或者改变，那就是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呀，是相同的人吗？是相同的人。是不是同一个我呢？不，你的我已经做了什么？做了修正，做了改变，所以已经不是昨天的你了。这样子讲，这个叫做无我，可以听懂吗？这叫做空，听懂吗？如果能够知道是无我，那你才能够啊度一切苦厄。如果不能以般若的智慧观照人生的生命现象及生活的实况，那就在呀烦恼的苦海之中，因为以虚妄的不实在的当成是真实的我，那就是有苦吃了。请问诸位，捕风捉影有看到过这种人吗？捕风捉影，如果你是一个捕风捉影的人，专门捕风专门捉影，结果你会怎么样啊？你会真正的捕到风捉到影吗？一定是啊把你累得要死，结果呢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抓到。我们人呢如果没有佛的智慧来指导我们呢，我们就是啊从生到死，从生到死都是在做什么事？捕风捉影，而不知道是捕的风捉的影。因此呢累累苦苦，不知道为了什么苦，为了什么累，很辛苦，而是徒劳无功。佛说迷于生死，那这个人就是在苦海中不断地造业，不断地受报，那叫做沉沦生死，那就是叫做苦海无边。如果少有执着，常常知道惭愧，又知道忏悔，常常为众生而不为自私，那就能够脱离苦海了。佛法叫我们呢少欲离欲，但是又要我们呢广积善缘，普度众生。这两项啊不会冲突，不会矛盾。少欲离欲啊，你就能出苦海。你能够广积善缘，普度众生呢，你就能够啊增长你的智慧与慈悲，你就能够啊自利利他，到最后你就能成佛。佛说人生的过程之中啊有八苦，请问诸位知道哪个八苦吗？生老病死
已经有四个苦了，再加上求不得苦，冤嗔恚苦，爱别离苦，五蕴呢则甚苦。这个八苦的意思啊，生老病死大家都知道，求不得也知道，冤嗔恚就是冤家常常入宅而常常碰面，也是痛苦。爱别离好，说亲人爱人不能够啊长相厮守，那或者是呢爱人呢离你而去了。另外最后一项叫做五蕴之盛呢，就是呢我们四大不调，身心矛盾，这个叫做五蕴之盛。四大不调诸位听懂吗？身上这个发热发寒，这个叫做四大不调，就是还病呢。身心冲突，或者是呢自己跟自己的观念呢矛盾，这都是苦海。在八苦之中的五蕴呢，就是对于身心的爱念执着，是叫做总苦。其他的七个苦呢叫做别苦。所以呢只要观照五蕴皆空啊，便可以众苦消灭，不必啊远离五蕴，当下便得自在而解脱众苦，很不容易。佛经里边说啊，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执着比什么都重要，要把身体的执着放下很不容易，另外要把自己的观念放下，自己的想法放弃，这也是不容易。我们如果不用佛法来观照或者是来解释说明呢，我们的确是不容易啊放下放弃。如果用了佛法的观点来看自我的时候，当自己没有烦恼的时候，好像也用不到佛法。当你有烦恼有痛苦有许多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呢，你用佛法试试看是不是能够帮到你的忙。今天我们讲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今天诸位在座的都没有苦，当你们有苦的时候，你念这两句话，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把它当成咒语来念，一定有用，请诸位试试看。当你念这两句话的时候，你会呀，有会心的微笑，你说哎呀真愚痴，明明五蕴皆空，为什么我这样子的苦恼啊。什么话听不懂没有关系，这两句话要听懂了。下边我们看观自在菩萨告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是心经里最难懂的部分，但是呢最容易讲的部分。舍利子呢是释迦牟尼佛的四大弟子之中智慧第一的大弟子，又叫做舍利弗。现在我们在讲啊，观照五蕴的生命现象是空，也就是五蕴所组合成功的我们的人生的生命现象
是空的，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这不是消极地要否定我们人生的价值，而是在认识人的生命现象啊，不是真实的可乐的事实之后，还要超越于空有以及啊苦乐的执着，要更积极地啊运用人生的生命现象啊来做修复修慧的工作。这四句话呢，虽然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讲的空和色不异的意思，可是呢也是讲的还有啊另外的四种，那就是受相行色，也是啊受相行色不异空，受相行空啊不异受相行色，受相行色就是空，空啊即是受相行色，是这样子念的呀。也可以说五蕴呢不异空，空啊不异五蕴，五蕴呢就是空，空啊就是五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啊，我们这个生命就是空，空啊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要这样子解释法很容易懂了。五蕴皆空，因为什么？因为是没有我，我不在里边。可是无我是不是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呢？不是。我们来再来说明一下，五蕴呢和空啊是相即不相离的，这就是六祖坛经呢里边所说的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因为如果能够啊自己亲自体验到空的道理，而见到啊一切诸法一切的现象啊它的本心就是空，就能够忽用啊五用的五蕴所组成的人生的生命现象，就不受啊众苦的煎熬，却能够把五蕴来当作啊修复修慧的工具，我们称它为修道的道器工具，修道的工具也叫我们称它为道器，就修道用的器具。如果啊仅仅知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呢就是空的，空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停留在这个观念之中的话，我们一定是消极的。为什么弄一坑呀，还要做什么？可是要讲呢，我们的生命这个身体的生命呢虽然是空的，可是这个空里边有我们这个生命存在呀，因此这个道理啊就是叫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身体制造烦恼，但是要用我们的生命呢去修佛修慧，去啊自利利他，这叫做自在，这叫做解脱。下面呢要讲是诸法空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五蕴等的诸法现象既然是啊无常不实的，本心都是空的，所以呢要说诸法的现象啊
本来就是空的，这个是暂时有而究竟无的意思。请问诸位啊，你们家里边呢，本来只有一个人，然后结了婚两个人，然后生了孩子三个人，再讨了媳妇变成四个人，然后呢生的孙子变成五个人，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可能更多更多。然后呢老的嘿嘿，老的怎么样了？老的悄悄了，就少掉一个人，又这个中年的变成老了，或者中年的还没有老就怎么了，中年的也有悄悄的啊。所以这个家庭是啊，常常怎么样啊，是从有而变成无，从无而变成有，从有多而变成有少，从有少而又变成有多，不断地在变。这个是有呢还是空？是暂时的有，真实的空，这个叫做诸法空相。我们的家庭是空的，我们的社会也是空的。因为是空啊，才很有意思，变化多端，多姿多彩。我们这个舞台也是，舞台上是空的，所以是常常变化很多，变化很多。但是事实上这个舞台本身呢，并不是啊永远有样什么东西在这里。这叫做什么啊？叫诸法什么相。那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听众的场面是暂时有呢还永远有啊？是不是空？哎，这个就是空的意思啊。同样的道理，你们诸位菩萨来听我们讲心经呢，你把头脑里面原来的成见全部放下，头脑里的空空的来听心经，听的所有的心经的道理全部听回去。如果你头脑里的装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你一边听我讲一边呢你在反驳，我再讲一句你说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我还没有讲完呢，你真的？我倒不以为这样子。如果你这样子听，你听心经真能够听得下去吗？你能够接受到什么东西吗？这个叫说有真正的空啊，实在是太好了，有并不好。诸法的法相呢，就是五蕴呢构成的我们的人的生命现象，以及啊人类生命呢所依的生活的环境，那包括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也就是啊心经所讲的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的生理现象，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色的心理现象，再加上色声香味触法六层的生活环境。心经所讲的空相啊，就是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虚幻而不是真的，就好像《金刚经》所说，凡所有相，下边一句什么？皆是虚妄。大家都会念《金刚经》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就是诸法空相。《金刚经》又说啊，若以实见我，以因身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四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要见佛，不要把佛的呀色身当成就是佛，也不要把佛所讲的话的声音当成是佛。如果把佛的讲话声音以及佛的色身当成那个就是佛的话，这个人叫做行邪道，而不是能够真正见到如来。为什么？
是要叫无相的，要叫我们呢离执着的。结果你把佛的身体当成佛来执着，把佛的声音当成了佛来执着，这就是变成有相。既然有相，本身就是有烦恼。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有两个出家的弟子从很远的地方长途跋涉而去啊，见释迦牟尼佛。结果在路上啊，非常的艰难，没有水喝。有一个弟子呢，他说：“我持不杀圣戒，我不能够吃动物的肉，当然有许多虫的水也不喝。”结果那一个弟子就饿死了，渴死了。另外一个弟子呢，他想啊，哎，见佛是最要紧的，我现在这条命啊要保住的，如果命都没有了，我都见不到佛了。因此呢，他就把有许多虫啊的水喝了，而他就保全了生命啊，结果见到了佛。释迦牟尼佛一见到这个和尚啊，就说了：“哼，你没有见到佛啊，另外一位比丘啊是老早见到我了。”这个故事诸位可以听懂吗？就是说遵照佛的意思去做，那修行佛法的人，这就是真正见到佛了。如果把佛的实身当成佛，而不遵照佛的道理或者是方法教理去做，这种人不叫是见到佛。空相和那个无相啊是相同的，在《金刚经》呢叫做无相。无什么相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宰相。诸位听过吗？有。《金刚经》所讲的无这四种相，实际上就是五蕴皆空。五蕴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啊？我的生命叫做我相，你的生命叫做什么？人相。许多人的生命叫做什么？众生相。这个生命继续地活下去，这叫做什么？受者相。所以《金刚经》所讲的四种相，其实就是讲的五蕴相。《金刚经》讲的无相，就是《心经》讲的什么？空相。为什么五蕴是空的呢？是因为因缘所生。所谓因缘呢，是过去的因加上现在的缘，几种因素配合起来叫做因缘，配合起来产生的我们的生命的现象叫做因缘所生的我相、人相、众生相，还有什么相？受宰相。这都是啊幻其幻命。所以到了龙树菩萨的中观论里边有这样四句话：因缘所生法，我说就是空，一名为假名啊，一名中道义。这四句话呢是讲着我这样东西实际上是空的。为什么要叫做我呢？这是假名为我。但是虽然是空，还然有假的名称存在呢，
这两样东西不相抵触，这叫中道。空相的这个名称呢，产生了中观的印度哲学。无相的这个名称呢，产生了中国的禅宗的哲学。从五蕴的分析，特别是五蕴呢，对于啊心理的活动，以及呢意识的分析啊，而后来产生了印度佛教的另一派哲学，叫做唯识宗、唯识派、唯识欲切派。空是变的意思，就是无常的意思。所以呀，用般若的智慧来看世间的现象，无非是虚妄的。可是呢，因为凡夫啊是非常的愚痴，与假的、虚妄不实的东西呀、啊，而产生分别执着，来造作生死的恶因。那菩萨是以慈悲心借妄修真，所以呢在虚妄的世间行菩萨道，广积善缘，普度众生。这个一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我们凡夫因为不知道五蕴的身体是空，生命是空，所以呀、啊、执着它，结果呢增加自己的困扰，又增加他人的困扰，就变成了念事而混事，而最后造成了乱事。诸位听懂吗？听懂啊。圣人菩萨呢以智慧呀、啊、看到了我们的五蕴所成的生命是暂时的，是空的，是假的，但是利用它来自利利他，普度众生，而不为自己增加烦恼，又为众生呢减少苦难。这两个相比呀，我们究竟要学谁呀？要学菩萨，要学圣人。我们是凡夫，但是要听了心经之后学习智慧，学习般若。如果懂得佛法的无常的意思之后呢，那是有智慧的人，他会在处于恶因当头、苦难呢连连的时间呢，不会灰心，不会失望，不会气馁。相反的，如果处于啊非常的得意的时候，非常成功的时候，所谓如日中天的那样子的一种情况下，也不会呀得意忘形。相反的呢，会产生的居安思危的警惕心。为什么？因为是无常，因为无常，恶因当头当前呢，会怎么样啊？会改啊！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呢能够啊忍一时，能够啊转变一下，我们的命运会改。如果我们非常成功的时候，成功的顶峰以后会咋怎么样啊？顶峰再不能上去了，会怎么样？会走下坡。所以这个时候要有危机感，这样子啊才是啊正确的对无常和空的认识的观念。
能够把握空的意思，我们的人生是啊非常啊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啊非常啊远大的，是光明的。如果不了解空的意思，那就会变成了消极，而变成了厌世，或者是啊变成了对我们世间呢念世，而又变成了混世，而最后什么乱世。今天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们从世间的一般的人的角度啊来看，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有生有灭，有脏有清净啊，有垢有净，也是啊有增有减的。所以几乎每一个人呢都会贪生怕死，把生与死看成两回事。宗教徒们呢会厌倦人间，而祈求啊升到天堂去。我们的佛教徒啊要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要求消灾免难，增福增寿。第二种层次的人呢是希望自己能够啊悲智双运呢、啊、而将来能够啊成佛。这都是站在凡夫的立场看的，如果站在大菩萨的立场或者是佛的立场来看呢，没有这种必要。所以佛国净土在哪里呢？佛国净土既不在西方、东方、南方、北方，也不在啊我们的人间。那究竟在哪儿呢？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六祖坛经说啊，东方的人要求生西方，那西方的人要求生哪里去啊？这并不是否定西方净土，而是说不要把说来呀、啊、去呀、啊、或生与灭、凡与圣呢、啊、把它分成两极来看。诸位还记得吗？广清老和尚临终的时候讲的两句话，诸位还记得吗？讲的两句什么？无来无去，无代志。那也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如果有了般若的智慧，就能够看到有而就是等于是空，看到真也就等于是虚妄假。不仅仅是世间的现象是如梦如幻如抛如影，就是成了佛的功德也不能够执着，那才是这是大解脱和大自在。我们在看世间的一切万物啊，从统一的角度来看的话，生和灭这是一样东西的两种形态，垢与净呢是一样东西的两种体会，
增与减呢是一样东西的两种衡量，所谓生与灭是两种形态，很容易懂啊。任何一样东西出现，这叫做生，然后到最后是怎么样啊？就不见了，这叫做灭。任何一样东西都是不能够逃过啊这个定律，有生一定会有灭。还有清净和不清净呢，这同样的东西，你在不同的心情来体会的话，就是啊不一样的。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在替她的刚刚出生没有多少天的婴儿啊在换什么尿片呢、啊、换什么，那尿片上也有大便也有小便，样样都有。另外的一个人看到说啊好脏哦好脏哦，这个妈妈看到了以后啊好高兴，她说啊，她说我的宝宝啊又改了大便的啦，她好高兴，好像是这个宝宝不是改的是大便小便啊，而是改的是黄金美钞一样。他一点也不觉得那是脏的，因此是统一的角度看呢、啊，没有什么脏和不脏的东西，增和减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呢，把这边的泥巴搬到那边去，那边的泥巴搬到这边来，这个就是在地球上搬过来搬过去，究竟是有增还有减呢、啊？没有增，没有减。有人说啊，我们现在地球上的人口越来越多，就是增加了。我说，在宇宙之中啊，众生并没有增加，因为有其他的他方世界啊的众生移民到了我们的地球世界来了，所以我们在人口增加。就好像纽西兰啊澳洲啊还有什么地方啊人口很少，结果现在我们好多人呢移民到那些地方去了。在从地球上来讲，这个移过来移过去都在地球，如果从宇宙的整个的一个众生界来说，并没有增也没有减，这是说他到的地方换。如果从超越于对立也超越于啊统一的立场来看呢，既没有一，当然更不可能有二，这个是哲学问题。在西方的哲学也好宗教也好啊，他讲到最后一定是有一个一，而在佛法来讲啊，讲不一不二，不一不一，就是既不相信承认是有一个一，也不相信说没有东西。一和二啊，根本是同样的东西，有一一定是有二，没有二你怎么知道有一？所谓成为一一定是有二，所以在佛法来讲啊，不讲一也不讲二，这就是啊叫做什么，叫做无。还有一个什么字，心经讲的一个什么字啊，啊空。我们现在呢从心念的一个例子啊来解释这三句话。不生不灭呢，是指在现实生活中，心中已不会生起烦恼的念头，也不用来灭除烦恼的念头。不垢不净呢，是指面对着万丈的红尘，心中却不以众生的烦恼心为垢，垢的意思就是不清净，
也不以诸佛的智慧心为敬。那不增不减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指在修行佛法的过程之中啊，既不是为了增长智慧，也不是为了减少烦恼，这个是已经呢超越了烦恼和智慧的执着，已经是得大自在的人才能够怎么说。我们不是圣人，但是不妨啊来学习模仿圣人的呀、这种心怀。现在我们往下讲，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这是什么啊？实际上就是讲的五蕴，没有五蕴。在前面讲五蕴皆空，这个地方讲空中没有五蕴，以空的现象，空有没有现象啊？空应该没有现象才对，对不对？事实上佛法讲的空是有现象的，以空的现象来看五蕴，五蕴就是空。可是不要上当，五蕴虽然是空啊，运作还是要照常的。凡夫呢用五蕴来造业，造善业与恶业，菩萨与佛用五蕴来做什么？用五蕴呢来修道，来度众生。现在往下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为触法，是什么意思？是指的我们人的生理的构造组织叫做六根，再加上呢我们的身体和环境呢相接触的，那个环境叫做什么呢？叫做六尘。六尘和六根相夹叫做什么呢？给它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色二触，或者是色二入。入啊，是进入的入，出入的入。触呢，是到处都是的触。为什么叫做触或者是入呢？触啊，就是着力点。什么着力点呢？是造一修行的着力点，造一的着力点是它，修行的着力点也是它，这个叫触。入呢？入啊，是你的功德的门呢，就是啊，从功德的门路啊，就从这里开始。而我们造业作恶的门路呢，也是在这儿开始，所以叫做十二种入口。诸位有没有听到说六根不净呢？就是指的说啊，出家人犯戒了，说这个和尚是六根不净，有没有这样子看到过啊？小说里边和普通的一些报纸上啊，过去很喜欢这么说。但是真正的要做到六根清净呢，是要到心经所说的什么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还有呢无色声香为触法。为什么？就是啊，六根不再造恶意，这才是叫做六根清净。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讲，谁才是六根清净的？你们知道吗？只有大菩萨才是六根清净的。
如果自己不觉得自己是大菩萨，那就是六根不净。你们是不是六根清净呢？没有。所以不要随便说人家六根不净，自己本身就是六根不净。没有一个人是六根清净的。为什么？眼睛耳朵听了以后心里起烦恼，这叫做六根不净。现在我们要看六根六尘，仅仅是六根六尘呢，它不能够产生作用的，一定呢要加上六色才能够产生呢功和过的行为。加上六色呢，就变成了十八界。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尘是我们的身体的官能呢所接触到的环境对象，六色呢是由我们的身体和外边的环境接触之后产生的心理的行为反应，这叫做六色。我们下边要继续的来看经文呢，要把十八戒全部标出来啊。五眼戒乃至五意识戒，戒的意思啊是区分的范围。人类生命的条件呢，简单的来说叫做五蕴，详细的分析来说呢，便是啊六根六尘六识的三类，一共十八相，叫做十八戒。戒的意思是啊，每一个部分有它一定的定义，有它一定的功能和啊有一定的呀、范围，这个叫做戒。现实的人生的生活形态呢，就是由于啊我们自身的六根接触到外境的六尘，产生了六色的反应，由六色的自我中心向外攀援六尘境界，反而就被外边的六尘境界所诱惑，而产生了取舍等等的问题，而引起自己的呀苦恼。如果以般若的智慧来看人类身心的世界，人类的身心世界原本呢无常，原来是空，所以也没有真实的十八界。我们的肉体又叫做色身，是本来不存在，将来也不存在，现在暂时存在，天天也在新陈，还有什么代谢，所以不是啊永远的存在，因此叫它叫做空。无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是啊六尘界。这个六尘的意思啊，色是眼睛所接触的，声是耳朵所接触的，香呢是由鼻孔所接触的，味呢是用舌根所接触的，触啊是我们的身体整个的身体接触的。一个法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很难了解。法的意思呢是形象的符号，符号啊，一二三四五这个数字的符号，算不算符号啊？算符号。好坏，这个是不算，这个两个名字算不算符号？算符号。语言算符号，观念算符号，这些符号都叫做法。请问诸位，法是不是有正法有邪法，有吗？
现在我在说的佛法是正法还是邪法？正法。但是有一些呢，讲的似是而非的理论，能够哗众取宠的一种啊言论，看起来非常的有道理，结果呢是啊自害害人。这一种是正法还是邪法呢？邪法。这个是用什么去吸收，什么去了解呢？是用我们的下边的哈、啊，言而必摄身意的意啊去吸收它，意根吸收它，意识去理解它。所以我们只要弘扬正法，不要批评人家说这个人是邪法，那个人是外道，不要这样子讲。无言而必摄身意，六十戒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六根和六尘相接触的事实，六识就不会产生作用。就好像是说，眼不见为净，耳不闻为净，眼睛没有看到任何的颜色，耳朵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心里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事啊？不会。所以是对于耳色来讲就不起，对眼色来讲也不生。但是不执着十八界，也不要离开十八界，那才是真正的空。十八界可以用来造业，又可以用来做什么？修行。谁用的来造业啊？凡夫。谁用它来度众生呢？那我们呢，应该要学习啊，模仿菩萨。虽然自己是凡夫啊，少造恶业，多积善缘。下边看经文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是在讲什么？是讲的呀、啊，十二因缘，从无明到老死，是人类啊生命的三世流转的流程，称为三世十二因缘，也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说明人类生命从何而来的，出生之后呢又怎么生存的，死了以后又到哪儿去的，那怎么一定还会有来生呢？许多人都没有要问这个问题，但是有许多的人要问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生呢？这个生在人间是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什么父母要把我生出来？生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将来死了以后又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就是要从十二因缘来解答。十二因缘的因缘两个字啊，有时间和空间的不同的用法。从空间的因缘来讲的话呢，那就是五蕴的聚散的关系，就是我们身心的集合而成为一个人生，从出生到死亡的事实。从时间交替的过程关系上来看呢，那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十二因缘的三世因果。那三世十二因缘的关系是怎么样？什么叫做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无明、行、色、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一共十二个项目呢。头上的三个项目，无明、行、色、
是过去式的事，是从无始以来有烦恼的种子，叫做无明。有了无明的烦恼之后，就要产生身心的行为，有了身心的行为之后，就产生了意识的力量，而变成了从此生到另外一生，一生一生的过程的，叫做意识。这是啊，在从我们一个人过去世就具备了这三个项目。诸位一定想要知道过去是什么，你们知道你的前世今生是什么？很多人希望通过催眠呢知道过去是，这不可靠。我告诉你们，不要上当了。心经所讲的是最可靠的。我们过去一定是因为有了烦恼而有行为，行为产生意识，所以我们这一生又投胎又变成人了。现在我们接收的就是我们过去所造作的。下边呢，从名色六入出受哀区有这一共八个项目呢，一共七个项目啊，是属于现在式的。那名色是什么？名色当时入胎以后啊，就是胎儿刚刚入胎的胎儿叫做名色。六入呢，就是我们的六根具足了，已经形成了一个人的形，但是还在啊母胎之中。出呢，就出生的时开始，我们的六根就跟六尘相接触，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从婴儿时代开始，一出生就跟我们的环境相接触。下边是受啊，是接触之后而产生呢苦乐忧喜舍等五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婴儿刚刚出生，这个小孩子就是哭啊哭啊，哇哇的叫，刚刚出生没多久就哭，哭得不停。那有一个人说，这个小孩子好可怜，一出生呢就受苦受难，所以是他在哭。另外一个人讲啊，不是，他好高兴，所以他高兴的哭了。请诸位，请问诸位，这个婴儿究竟是高兴的哭啊，还是苦的哭啊？我们大家都做过婴儿，可是已经忘掉了，出生的时候哭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从佛经来看呢，说出生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什么喜怒哀乐的问题，但是呢，身体突然间遇到空气接触之后啊，他觉得并不是很舒服，所以才觉得哭。下边这个爱呀，跟恨有完全是一样的，爱就是跟恨呢是相对的。接受感触之后，对于顺意的就觉得爱，那不顺意的呢，逆意的呢，就会嗔恨。取的意思啊，就是喜欢的东西呢要争取，不喜欢的东西呢要抵抗，要拒绝，因此而造种种的善恶行为。有了善恶的行为之后，就又有了什么？我们叫做意识。有了意识里边的种子之后呢，此生接受又去接收啊，来生接受的未来生之后，到最后又怎么样啊？就是老，就是会死。这个老的意思在梵文呢是就长一天也叫做老，两天也叫做老。所以出生以后在时间的过程之中，经过不管是长是短，然后呢一定是走上什么命运呢？死亡。十二因缘无非是苦的原因以及苦的果报，这在四圣谛的里边呢，苦的原因叫做集体，
苦的果报就叫做苦地。我们要讲无无明是什么，先要从无明没有以后啊，才没有烦恼，没有烦恼以后呢，才不会造作种种的行为，没有行为才不会呀、产生呢果报的身体。无无明是从烦恼得到解脱，亦无无明尽呢，是说虽然已经从烦恼的生死恐怖感以及压迫感得到了解脱了，但是呢，为了救度众生，他还是在生死之中自由地出入，因为生死的苦报是由无明而来的。但是菩萨与佛为了度众生，他还是要有在生死之中啊帮助众生，所以叫做一无无明尽。从十二因缘的生死苦海得到解脱，还要用十二因缘的三世因果的关系来行菩萨道。所以小圣的人呢，厌离生死，而大圣的菩萨呢，他不贪念生死，同时也不离生死，要在生死之中度无量众生。下面我们要看四生剃法，就是无苦集迷道。苦集迷道是啊小圣法，无苦集迷道就是大圣的菩萨法。苦啊，我们刚才讲的生死烦恼就是苦的结果，而集呢是制造种种对一而一，而将来准备会得到啊苦的结果，这叫做集。迷呢是要希望啊能够懂得佛法之后修持啊菩萨道与佛道，就能够迷苦，迷苦的什么，迷苦的果报，也迷苦的原因。诸位可能听过两句常常被佛教徒们所说的话，随缘消旧衣，更不造新殃。意思是说我们得到这个果报的身体啊，应该要接受它，要改善它，同时不要再造损人不利己的恶意了。这叫做什么？这个就叫是迷苦之道。苦和苦集是生死的流转，修道迷苦是生死的还灭。我们如果能够啊修行解脱道以及菩萨道，便能够迷苦而得自度以及广度一切众生。什么叫做解脱道呢？少欲自作之解脱道。什么叫做菩萨道呢？自利利他。很多人呢在少欲自作以后就消极，什么也不干了，什么也不要了。但是因为要修菩萨道，所以为了自利利他，我们应该要的还是要。好，现在我们再看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这个智就是般若，菩萨有深般若的智慧，所以呀、知道空也能够离开苦。凡夫众生呢必须求得般若的智慧才能够离苦，所以是有得的。其实只要不造恶意的因，多修啊六波罗蜜的道，不要有所求，便得大自在，
变得大智慧。有了大智慧，那么你的心胸就能够啊广大如虚空，所以也不觉得你得到了什么智慧。诸位听到说过没有一句话，大智下边什么若愚，虚怀什么若谷，那是有大智慧的人，但是呢他不会表现出以为自己觉得很有智慧啊，有智慧而不以为有智慧，那才是真正的智慧。有成就而不觉得自己有大成就，那才是真正的大成就。有大钱而不认为自己有钱，钱是属于所有的人的，这个才是真正有钱。这个就叫做无知有无得，一无所得故。为什么一切的东西啊，你所有得到了，得到了，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啊。有形的东西你不可能得到，连你的身体将来都会怎么都会失去。有人说能求康康啊来，能求康康啊去啊。其实到最后连两只手都没有，都烂掉了，还有什么两只手空空的去啊。所以有形的东西不可得，无形的东西当然更没有什么好得。菩提萨埵是什么意思？菩提萨埵的意思就是菩萨，菩提萨埵也就是菩萨的这个全称全名。那菩提萨埵他是啊自觉觉他的众生，他能够由于有了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心无挂碍，所以无有恐怖，而能够远离颠倒梦想，而能够达到究竟涅槃成佛的境地。心无挂碍是啊，不受一切现象的幻境幻象而起烦恼的影响。无有恐怖呢，是不再贪生怕死，也不再有啊失去了安全感。恐怖的意思是相当多的，有的人怕穷，有人呢怕病，有人呢怕威力，这个都是怕的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怕的死。怕死是最重要的，没有安全是最大的恐怖。所谓颠倒是什么？颠倒有四种，叫做四颠倒。以我们的身心来讲啊，以五蕴的身心来讲，以无常当成常的，以不清净当成清净的，以苦为乐，就是苦中作乐，以无我而把它当成了我来看。我们的人生从佛法的观点来看，是无常、不净、苦、无我，但是凡夫的众生是颠倒过来想，是认为人会永远活下去，人子孙永远会活下去，还有对身体觉得很清净很干净，认为自己的生活里边还有很多的快乐，认为这个我是非常的重要，因此而带来许多许多啊，为自己为他人而产生的困扰或麻烦。究竟涅槃的意思是佛的涅槃，也叫做大涅槃。涅槃可以分成三种，一种叫做假涅槃，或者是叫相似涅槃，那就是有许多其他的宗教啊，他认为已经得解脱，其实并没有得解脱。另外小涅槃呢，
是啊小圣的罗汉，他认为从此以后就已经呢得究竟，其实他没有成佛，他们将来还需要回小圣而转向大圣，最后任何一位罗汉也都会需要成佛。下边呢要讲三世诸佛啊是怎么成佛的。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因为由于般若智慧而得成佛的，因此智慧呀、啊、是成佛的主要的因素。所以在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中，有一位代表诸佛智慧的文殊师利菩萨，而被啊形容为三世诸佛的母亲。下边呢是指出这一部《般若心经》是至高无上的究竟法门，因此《心经》是说啊，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啊佛法之中最有用、最踏实、最高超的法门，它是啊就是大神咒、大明咒，又是无上咒，又是什么咒？无等等咒。什么意思？所谓大神咒呢，是讲的慈悲广大、运用自在，随着人时地物的需要而能做灵活广大的应运，广大灵感，有求必应，有愿必成，遇大苦救大苦，逢小难呢除小难，遇到什么灾难只要念的心经都可以呀、啊、化大为小，化小为无，这个叫做大神咒，也就是有大功能的意思。这是表现出佛菩萨的慈悲精神，我们也要学学这种精神，不要老是在念念大神咒、大明咒，我们自己也要学这种精神，学一学人家遇到大难了我们帮他一点忙，遇到小麻烦了我们帮他一点忙，那我们自己也变成了神咒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四大明咒的意思啊，是智慧广大，随着人时地物的情况而做恰到好处的应对处理，灵活应用，以凡夫的日常生活之中引导凡夫走出感性与理性相调和的路来，既能够自得其乐，又能够利益众生。所以心经实在太好了，这是代表着佛菩萨的大智慧的功能。是无上咒呢，就是说没有另外的任何一个明咒能够超过啊心经所说般若智慧那么大的威力和功效的了。是无等等咒呢，就是还没有啊另外任何其他的明咒，这个明咒的意思就是咒语啊，可以跟心经的般若智慧可以相比的。最后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这个呢正好前后呼应。前边呢观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就度一切苦厄，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现在我们有心经的智慧，就能做什么？度一切苦，除一切苦，那是真的咯，不是假的哟，没有说谎哦，要相信哦。其实咒语已经念完了的，后边呢再来一个咒语，所以有的心经里边呢后边没有这个咒语啊，有的一本，但是呢玄奘三藏的一本呢是有咒语，我们还是把它翻译一下，咒语的什么意思？既说咒语
极地极地不如极地不如生极地菩提萨婆诃。极地的意思是去，波罗极地呢是去彼岸，到彼岸去。波罗僧极地呢，我们大家一起去，去做什么？去菩提萨婆诃，去成就佛道啊，也就是成就菩提道。我们把它再念一次哈，去去去彼岸，大家一起去彼岸，大家去彼岸成就菩提道。这是后边的这个咒语，心经的魅力太大了。我最后再祝福大家，阿弥陀佛。